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今天你们俩可是撞衫了啊！不太一样吧？他那个是麻的，我这个人是吐气的东西，赶上就像是给我披麻戴孝的，开玩笑、啊，黑白分明啊！哎，但是这徐老师穿白的，显得这个人呢、啊，实际是明朗，对，而且精神一些吧。你本身就个高，你不是个高，所以为什么我扯得高呢？我说现在你们上海啊，我原来住上海酒店，我现在算知道那个楼是什么楼了，原来叫上海中心，就新盖的，正在盖的，正在盖的。我住那酒店，打开门就是它，就是说632米，打开门就是它，那你就住在老外滩这边了。啊、哦、是啊，那这里不是半岛就是啊，腐并不是只有官员才能腐败，我们也能腐败。那那个六还有很多的，包括一个青年旅店也在那边。哎、你说对了，也有一家。我为什么不能是在那儿跳蛙呢？就是啊，真是、哎。我今天我还看到说你们上海创纪录了，说它是632米，嗯，而且呢说啊，这个概念叫什么呢？外滩的那些这个一大群那个高层建筑的总的建筑面积，嗯，大约57万平方米，嗯，可是这一座632，它就弄50几万平方米，所以它就有一个称呼，就叫立体外滩，就它这一座楼啊，等你这外滩平面上的这一堆，啊，就是就以面积来算，建筑面积来算，所以这就是中国最高楼啊！人民日报都很关心这个话题啊！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。前一阵本来文道还想提提的一个事儿，你看这就是这个、是吧？徐老师很熟悉吧？我熟悉，这个我有直接的关系啊！这待会儿再说啊、哦，咱先看跟文道有关系的长沙的这个楼，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。这个楼我觉得像是湖南卫视造的，因为这名字很像他们那个湖南卫视播的那种电视剧啊，叫什么来着？什么天空之城之类，这叫空中城市啊。嗯，一座200层的节能节材坑不是坑坑爹建坑爹建抗震建筑，不是坑震建筑，一座10万人的没有汽车的城市。可不嘛，只有电梯火车是吧？这两个，现在徐老师说说，那中心跟你有什上海中心跟你什么关系？有两个关系。第一个关系是叫在上海，非常的痛心，我们以后私下再说好吧。第一个不讲，本来有一栋是你的，不是，反正是有一个伤心事。第二个呢是我女儿3年前到那里实习，就 Gensler。女儿学建筑的，是 Gensler 就是造这个大楼的这个美国公司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设计公司之一。那么我也跟这个上海中心的设计师叫夏军啊，一起吃过饭。哎呀，这算是有关系了吧？所以那个在3年前哈、啊，那个时候正在盖，那么我看到它的设计效果图，跟现在画的设计效果图有点出入，有点不一样。现在画的最近看到的设计效果图是这样转上去的，有点像旋风这样转上去。它这个外面的幕墙是好像是全世界最大的，原来看到的是好像又稍微有点不一样。那么里边。据说都是很贵啊，里边有很多的电梯啊什么，它会改变这一带的这个天空线，那个它跟旁边那个环球中心跟金茂大厦三个在一起，更重要的是，陆家嘴的那一小块地方，它是最后一栋了，再没了。就是以后这一块地方再没有，其实它的地方并不大，就那么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，然后它往上发展到，好像200亿吧，投资200亿，在外滩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好像还有它的必要，因为首先第一个，陆家嘴已经是寸土寸金了，所以你能够创造出这么多的面积，你的经济效益就非常高了，下面已经。小陆家嘴这一段已经是全世界好像是以面积算是骗钱骗的最，就是吸引钱吸的最多的，吸金吸的最多的一个地方。那么他在那里盖，肯定也还是继续这样做，作为我们小时代的一个标志。对对对，小时代的一个标志。郭敬明的理想肯定是住在顶层。他曾经一度宣传过，他说他买了旁边的汤臣一品的什么房子，但是上次做节目的时候问他，他说人家瞎说的。不过我看到照片，好像他有炫那个地方的住宅啊。对，那就是他呀、能想到的最好的生活了，最好的世界。其实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个骂郭敬明啊，我真的完全就觉得没有必要。但是在建筑界来讲，那个 Gensler 并不是一个以设计名声非常好，他是一个他都知道，没错，他是一个大
规模商业这么一个公司，是个商业大楼建设。他现在在上海中心这个业绩，在中国很多很多的二三线城市都请着他们去盖摩天大楼，没错，发死了。对，这都是美国人盖的。现在全世界在建的摩天大楼里头，你知道有多少在我们神州大地吗？87%。你全球怎么定义？全球正在建的高楼就叫摩天大楼，它是有个概念的。全球正在建的，这是300多公尺以上的。对，87%正在中国，这还不算叫停了的。你想叫停了，长沙那个你说不就叫停了吗？对，长沙那个没有叫停，他人家发布了，说我们根本没有开始。哦，根本没开始，其实就是被停掉了嘛，那就是不，那还要建吗？他。不知道，他只是那天那个仪式啊，只是远大集团自己的平地仪式。哦，他乡下有一块地，他到那里平平拿了个土铲一铲，真是，因为他还没有通过审批。就是你知道中国盖楼，哦、你知道那个 Gensler， 我就盖上海中心的那个美国的老板，在美国接受采访，人家就问他，他讲到那个设计师夏军吧，你知道他称赞他什么？他一点都没讲他设计的怎么高。他说啥？我真想不到啊，他怎么认识这么多的人？他几乎什么人都可以认识。你明白了这句话吗？就在中国盖房子，你别只看这个高度，嗯，最主要是你这个关系网的广度要宽，嗯，你明白吧？你这个是非常重要。这个当然夏军是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了，但在中国，你除了设计房子以外，你要有大量的经济来应付。这个远大集团的那个长沙那个东西纯粹是一广告，他这个关系网都没搞定，他还没有通过审批呢，嗯，他就自己来宣布。而且他最叫人家惊讶的是，你看我说的2010年我女儿去实习的时候，这个大楼已经打地基，已经盖得很多了，嗯，现在3年多先才刚刚封顶，要正式要用到2015年，对不对？投资200多个亿，可长沙这个他是要抄阿里法塔的，他是要800多米的，可他说一年就可以盖好，你看到材料没有？他说明年就可以盖好。那是现在盖高楼大厦呀，一天盖6层，就他这个技术啊，可以到那种就是是不是就是那个拼装啊，跟拼积木一样那么那么盖。但是问题就在于，所以当时大家就说有一个安全的考虑嘛，就是说你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够用在这样的一个高楼上？因为这样的技术的确是有，但是问题是没有达到过这样的一个高度规模。你比如说用来建什么最好呢？是建这个难民的临时住宅啊，对，或什么这类就很好用。但是到底能不能够这么用呢？是一个很成问题。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，当你一个楼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以今天中国，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各种的大楼火灾，我们消防云梯够不着，我们消防设备做不好，那它该怎么办？它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？它有没有很多的易燃物呢？如果它，我觉得那种也很好玩，一个商业集团呢、啊，就随便平块地，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平地盖楼的话，就等于我们在凤凰卫视的后院，也可以找个地方说，我们三个人在那边平块地，说我们也宣布在那要盖楼，盖一个900米的。对啊，文道一直就想在香港买地盖房子呢，买不起房子，我们就盖个900米，买块地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800多米你就惊叹了，你这。上海这个这儿也说了，已建的环球金融中心492米，在建的上海中心632米吧，还有一个拟建的上海超群大厦将高达1228米。在哪？在什么地方？上海超群大厦呀，在什么地方啊？我不知道啊，将高达1228米，建成后可以入住10万人口。这吹的吧？10万人口，我觉得这是吹的。这别这绝对是吹的，被他们利用了。这个吹的现在也很多。你知道那天我听一个，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真有意思。大概是就审批就没通过，但是名声传出去了。就他给他这个摩天大楼命名，我就太逗了，叫什么？大唐迪拜塔，大唐迪拜塔，你明白这两个的结合？大唐就是说大唐盛世，对吧？迪拜塔呢，又是迪拜那个阿里法塔，阿里法塔，对，他把这两个因素拼合在一起，他那个超群大厦改加一个字就好，叫超短群大厦，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肯定是乱吹，连长沙这个都不靠谱。我跟你讲，我们 common sense 就知道。绿地集团现在在武汉盖的那个300亿，
那个也是600多米的，啊，南京那个都每一个都是两三百亿，上海这个200多亿，他要盖800多米，要比人家高出一大截，预算还不到100亿，没有啊，总体花费大概是150亿美元呢，这个超群大厦呀。现在就说呀，不断刷新新的。你说的是个1000多米这个吗？我说1000多米，你说的是哪个？对，没有，他刚刚讲说长沙那个。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大厦，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加总起来看，因为历来就有一个讲法，就是所谓的摩天大楼狂热，总是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衰退跟崩溃嘛。哎，美国就是这个规律，就是建完摩天大厦那个时代，马上就经济。其实是全球都这样。上一次的金融风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就2008年那次金融风暴，恰好就是迪拜这几座拼命在盖的时候。当然今天我们这个所谓，这叫所谓摩天大楼指标嘛。但摩天大楼指标这个概念今天可以扩宽，指的不一定只是盖摩天大楼，还包括什么呢？还包括盖的各种豪华的大项目。正在迪拜要盖成他的一系列的那种可以住20000人的酒店啊，什么都在盖好。说不是，记不记得那时候他开幕，正好那边金融海啸，结果开幕的时候他的什么开幕的演出的支出要减低一半成本，那么住客入住的人数大概也不及他的预算的1/3，结果你看今天迪拜那几个最豪华的地方，他主要的客群几乎全都是中国人嘛。而迪拜到今天其实都还没喘口，那口气都还没喘回过来。包括他那时候做那个什么棕榈岛，就是包括一个世界地图啊，那时候吹得多牛，对不对？说谁谁谁去住意大利了，指的就是他那个铺出来的人工岛的意大利那一块。是是是。那那个意大利那块呢，上面还真的很多意大利餐厅，结果我看到很多人说去吃啊，说难吃的要命，几乎是像比迪士尼乐园的那个小披萨吧都还难吃，就整个东西是搞得汤汤水水的。然后呢，那里面连排水设施都没做好，住在已经有贝克汉姆他们买那个房子，说传闻这个地下的这个粪便不断涌出来嘛，臭得要命嘛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都是一些大而无当，然后到了最后总是在最顶峰最疯狂的那一刹那就崩溃掉，然后就全盘的崩溃。从20世纪20年代美国摩天大楼就已经是这样，到现在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迹象。哎，所以现在中国领导人担心什么？也就是担心中国的这个经济走向的问题啊。所以这跟你说的这个不祥之兆，这么多高楼大厦冲天而起啊，这个哎，咱们还是应该大吉大利啊。锵锵三人行，不想广告之后见。山秀泽，天地太和，祈福天元谷，寻梦黄花溪，荆州太和旅游风景区欢迎您。灵鹫韵古法，配桃花春曲，采无极之水，汇元酒精华，年份原浆，古井贡酒。十年过去，也许路变了，但我们的情谊和梦想永远不变。东方日产人车生活，雪花，翻越喜马拉雅，雪花，勇闯天涯。其实这个住楼啊，这是一种好像这个地少人多呀，这个是我觉得是一种生活水平不高的表现。你像咱们现在这叫住楼房的，就是说你这个现代人是不得不垒着住，一人一家叠住。真正那家里有趁钱的，我觉得高级的生活方式是接着地啊。你包括北京的四合院，对吧？你包括现在人家真正是这个有条件的家庭，
那肯定是自己买一个这个别墅啊，或者是这个 house 啊，哪怕是旧的这种楼啊，这种小小楼啊，有自家的院子。哎，就像咱们在英国看到的，那我觉得叫人的生活方式啊，你接着地气啊，是吧？可是你这种你这个观念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观念，但是自从纽约这么多摩天大楼出来之后，就出现一种新的观念。本来欧洲巴黎、伦敦都有很多豪宅是属于叫 apartment， 就是高楼大厦里面的公寓楼里面的房子，但是伦敦的那个 apartment 呢，它顶多就是大一点、豪华一点。但是到了纽约之后呢，就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走向，美国称霸的年代，纽约的 apartment 才真正更新了这种 apartment 的定义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它不只是很豪华、很高大，楼下管理有门房、有气派，它这个高度恰恰是一个很重要的卖点。它不只是一个视野比较广阔，视野广阔还意味着另一件事，就是权力。你想象你站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看，就那个感觉，你站在纽约的最高的 apartment 下面看下去，这个世界就在你脚底。然后呢，所以现在为什么香港的这些高层大楼也都喜欢在顶楼，它还可以改装啊，它不一定就是像住宅，它可以假装你还住在地面。怎么假装呢？它在35层楼上面做一个两层的别墅啊，那这个两层的别墅里面一样有游泳池，有草地，打打草地高尔夫，然后你看见，哎呦，这个球掉到海港里头去了。你还可以这样子啊！现在北京不是才拆了一个名医，也是这样吗？哎呦，那个事儿应该也是在空中模拟一个庄园。苏州也有空中的庄园，现在全国查下来的东西很多的，而且就全是假山。对，全假山。那假山，你知道是什么材料吗？什么材料呢？那不，你以为是真的塑料？是一种对，跟塑料差不多的东西。这要是真的是那个石头，它光承重下面早就塌了。所以这个张碧青嘛，这教授张碧青，而且你看，真应了司马南说的这个叫见光死。我现在发现这帮明星们还不知道自己死在哪里，就是要个个要出名。你没看见这个吗？就是说，近期我那天看见新闻了，卫生局已经通知了。张碧青涉嫌非法行医要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那第一天我就看出来这个局势了，现在中国这网友就唯恐你不死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火，砰，你上去是个违章建筑的问题，咔，一听说是个搞针灸的，啪，这个网友就开始爆料了，这个人又哪个导演找过他，哪个明星找过他，你知道吗？你跟王林的故事一样就往那儿去了。对，但反过来讲，他的确是人的两个梦想的一个交叉，就是人又想君临天下，而且成为一个地标，大家万众仰视，就北京那个另外四合院嘛。哎，但另外呢，又想要这种院子，宽敞的这种，好像地，他这样说，所以空中别墅的这个概念，我自己心里想想也很矛盾。我回想，我现在当然理性上，我对看到那个摩天大厦，我知道它既危险又有很多坏处，更不要讲忽悠。但是我回想我第一次去芝加哥的时候，我还是很期待的去希尔斯涛啊，就那个希尔斯，当时是世界最高楼啊。我现在回想，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？它还另外还有个塔，它有两个塔，对不对？都是很高，跑到高处去吃顿饭，那东西就一点不好吃，拿着大铜盆打开一点点东西，没错。但是还规定要穿什么衣服，我们还排队啊，对什么在上面跑道上，那是一个什么心理呢？就是说它是一个地标。我相信这种心理，也就是现在各个地方，武汉也好，长沙也好，大家要搞一个这么一个地标的东西。我这么放这个 iPad 呢，就是说我看到一个材料，全世界的100个摩天大楼，你看前面两位是，一是阿拉伯阿联酋，第二是沙地，第三沙特，然后是美国，然后是台湾，中国大陆，香港，马来西亚，中国大陆，美国，中国大陆，然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，科威特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，基本上大楼三个地方，一是美国，二是中国，三是中东。想想这三个地方有什么共同点？你看200个大楼只有一个法兰克福的楼，欧洲完全看不见。就是全世界200个楼，欧洲法国完全没有，德国有法兰克福有一个楼，我告诉你英国一个都没有。我认为有什么共同点呢？就是洋暴发户和土暴发户的区别，全是暴发户。但是这个暴发户啊，词有的时候也未必是贬义的。美国也就在他暴发户的那个时代
开始，他有这个有人说啊，这个有时候意志意志也是你实力的反应，就像中国人说财大气粗，中国这些土财主有了钱呢、啊、自然就说话就升高，而且他有一种向上的意志，他就开始，你就像纳粹也是这样，他有了某种力量以后，他就要意志的胜利，他需要有一种东西能表征，能咱中国人就常说盛不下你了，装不下你了。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一两百年的世界是欧洲中心主义，对不对？文化、经济、科学各方面是由他们支撑出来的，你所有的大家都是他们，但是大楼里边完全看不到他们，那就说明盖大楼是一种经济上的信心、文化上的自卑合成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是我们要了解，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出色让我欲罢不能，我是陈坤，选择东风标致308，选择出色，2013款全新上市。红花国色，花好月圆，酱香典范，红花郎，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。我喜欢笑，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犒赏，也是给别人最好的礼物。品香角，知湖南，红钻香角。其实我觉得欧洲并不是不爆发，而是爆发过了，就人家高完了已经，就那个高潮早就过去。他的高潮，比如说以前试过，他哥德大教堂就是他的高潮。他殖民年代到最高峰的时候，他欧洲的几个重要的大教堂的尖顶也是攀上了高峰。那么到了后来呢，最后一个老牌欧洲的殖民帝国就是英国嘛。伦敦，你想看那个城市是什么地方呢？伦敦是清末的时候，康有为他们去伦敦，就等于今天的人来上海，几十年前的人去纽约是一样的感觉。他那时候去到伦敦，他觉得太震撼了，说这个帝国的首都是这样。他康有为笔下的伦敦是高楼大厦遍布，我们今天觉得伦敦都矮房子，那你要从那个时代的尺度来讲，他都比中国四合院高啊。对，他的确是真的是高，是高大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那个时候伦敦他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，只是他过了那个阶段了。他过了那个阶段之后，他觉得那就是一个遗产，而遗产这个东西呢，从现在美学角度来讲就要保护了。所以欧洲城市不可能再给你盖摩天大楼，你怎么可以允许？也没有那个空间了。对，他就算有，他不会让你盖一个摩天大楼高过他原有的教堂中心。对，那个是城市中心，我不允许这样的一个丑陋的建筑了。不需要那种新的地标，他不需要了。大家都觉得那不漂亮。对，我问过瑞士的人，我说为什么你们一个高楼也没有，他们觉得不漂亮。当然啊，就是一般老百姓就有这么一个概念。不过我们不离开这些远大的美学的这个考虑不讲哈，就技术上来讲，我有几个担忧，我但愿我的担忧都是多余的。长沙那个哈，它是一个阶级，它你没看到它那个方案啊，听叫人很不舒服。它下面是小户型，是当中是中产，在上面豪华型，给富这成功人士住的。中国社会各阶级哈、啊，金字塔底端到底端。接着为您播出《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》。